大家好，夏天吃完午饭，大家可能有点困的啊。就是说，上午其实我们是三个技术讲座，那下午呢，其实我们有六个技术讲座，所以下午的这个话题还是蛮多的。在我们开始下午的话题之前呢，我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每个人桌上可能都有一张反馈表，请大家就是说，把这张反馈表啊，帮我们填一下。然后呢，你对这个事情，就是这个 event 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对 DPDK 本身有什么建议啊，都请通过这张表反馈给我们。下面我们欢迎来自天荣信的楼阳先生，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DPDK 到 kernel space 的一个演讲。大家好，我是天荣信的楼阳。我们天荣信其实接触 DPDK 是比较早的，在2011年底就拿到了 DPDK，当时我们做了一些测试，感觉这个 DPDK 比我们当时的网络的运转方式确实要高效很多。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的应用是在 Linux 内核态运行的，这是当时很多像我们做网络安全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现状。那么，如果我们想在短期之内应用到 DPDK 这种优势呢？那么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应用改到应用层，但是这种对于我们来讲改动太大，短期之内难以完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把 DPDK 的它的核心移植到我们自己的应用里，这也是我们后来采用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两年我们其实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应用都已经移植到应用层了。即使是这样，其实我们还是对 DPDK 做了很多的改动，因为我们的应用比较复杂，有很多特殊的需求，比如我们对DPDK 内存管理啊，就做了相当多的改动，然后适应我们的需求。当然还有一种像可能，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就是它可能会用到一些特殊的操作系统，比如 Linux 以外的操作系统，或者说它的软件架构比较特殊，也不是适用于 DPDK 它那种应用层的线程模式。那么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把这个 DPDK 的核心移到自己的应用里。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能对 DPDK 理解更深入。当你去对它做一些改动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这样能够把你的应用和 DPDK 结合得更好。那我们看一下当时我们的经过改造后的一个工作模式。那么这边，这右边就是我们基于 DPDK 的，把一些CPU 的 call 用 DPDK 运转，DPDK 的轮询方式运转。那么左边还是我们的Linux 应用层，当然这些还是基于做在 Linux 内核态。那么中间有一个消息队列，这是我们从 DPDK 往我们自己原来的应用中间有一个消息队列，比如我们无法快速转发的报文，像那种控制报文，我们还是要经过这个队列进入到原来的流程。那么底下就是一个像我们这边数据平面，它驱动着所有的网卡。那其他的硬件设备外设，我们都把它通过APIC 把它的中断都都中断，把它的中断都交由控制面来处理，这样对我们的数据面尽量减少干扰。这是一个我们的大致的一个消息流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标准的 DPDK 的方式。那么与标准 DPDK 方式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给管理面多留了一个发送队列，这是因为我们，有些管理面想发送报文的时候，如果是在经数据面再转回一下的话，就多了一个内存拷贝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进行了一个和标准 DPDK 做了一个改造，就是说我们在网卡里多留了一个发送队列给控制面使用。
那我们先讲一讲这个 DPDK 的内存管理。当然我这个大概分三部分，一个是内存管理，一个是数据面，还有一个就是网卡驱动。那我们先看内存管理。内存管理是 DPDK 它的性能优化做的比较多的一块。那么首先是它有一个 memory pool 的小结构 memory pool。因为我们像我们这种做网络设备，它大量的操作都是基于消息的，那么尤其是消息的分配与回收，这是一个比较耗时的操作。DPDK 里面的 memory pool 呢，它就对这种 M buffer 做了很多优化，尤其是它每个 CPU core 有自己的缓存，然后它的还采用了无锁 ring， 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的消息的分配和回收比以前的速度要快很多。那么还有支持 NUMA， 还有支持聚页。我们之前使用的 Linux 内核的消息管理呢，因为就是 Linux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通用的操作系统，它不可能对这种消息做一些特殊的优化，因为它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它对 Linux 来讲，它消息管理实际上它都是用的它标准的内核内存管理方式，比如它那个 SK buffer 用的是 kmemory cache， 然后它这个报文的内容呢是 kmalloc， 所以说实际上它分配一个消息它分成两块，这样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消耗就更大了。即使是 kmemory cache 管理的是相同大小的内存块，这有点类似于我们 DPDK 里的 memory pool， 但是它实际上分配释放的时候还是有自选锁的操作。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对 DPDK 这个内存管理的一个大致的分析。那么 DPDK 它做内存管理的时候，它会首先它做聚页的映射，然后有它做两次映射，就是因为为了让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都是连续的，然后最后它把它记录在 memory seg 里，它是希望拿到尽量大块的内存，然后统一管理。统一管理最后是用来是用 heap 来实现的，是一个伙伴的管理系统，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那么右边就是我们所说的，上面就是 memory pool， 我们可以看到它给每个 CPU core 有一个单独的 cache。 那么空闲的对象在一个 ring 里，这样底下呢，底下是 heap，再往下是 memory seg。 所以说它这个层次关系，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在 Linux 内核里使用 DPDK 的内存管理方式，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资源提供给它就可以了。资源最基础的资源就在 memory seg 里，所以我们只要把 memory seg 给填充好就可以了。那我们具体做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常用内核的分配管理方法有 kmemory、 get free page， 这些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拿到的内存太小了，只有几兆，最多也就几兆。那么我们只有在内核的启动阶段才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大的内存块，比如说上百兆、几百兆，这是在启动阶段可以拿到的。启动阶段我们可以调用 reserve memory boot memory node， 这就是我们我们系统的一个内存相关的初始化的流程。那我们可以看到Linux 内核的 boot memory 内存管理，它是在系统的内核启动阶段最开始使用到的一个内存管理系统。那么它在之后会被页表的，就是标准 Linux 那个页表内存管理系统所替换掉。我们在这个在它替换之前，我们先预留一块内存，这个也是支持 NUMA 的，我们把它预留出来。这个预留多少就跟你的应用来了，你比如你有多少个 L card， 有多少个网卡，然后你去计算需要多少内存。然后右边在内核里我们初始化 EL 它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就是说它拿到聚页以后，得到连续的聚页以后，它会把它保存在它的一个配置的config 里面的 memory seg 的数组里。我们到时候把那个大内存放到数组里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后面再进行 heap 啊，还有 memory pool 啊，这些初始化都是基于这块内存的。然后这是我们对消息的一个改动。
因为你做具体的应用，你肯定会对 M buffer 进行改造，因为你要加一些自己的成员呀什么。那么我们所做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要把 M buffer 从数据面拷贝到拷贝到管理面，当然是有少部分的报文会这样啊，因为它是大部分都是直接转发了。那么少部分呢，我们有一个拷贝的操作，所以我们把它的成员做了一些特殊的排列，就是说公有的成员都排到一起，这样我们直接就可以用一个拷贝就可以完成这个各个成员的初始化。那内存这块比较简单，核心就是我们在 Linux 内核里预留一大块内存给 DPDK 来管理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数据面，数据面像标准的 DPDK 它是用 Linux 内核态的线程来实现的，然后它通过一个 CPU 绑定做了一下 CPU 亲核就可以了。那么 Linux 里面其实也类似，就是我们可以用 Linux 内核线程来做这一点，只不过是把这个 API 改成内核态的就可以了， set CPU slow out 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裸核的方式，就是说我这个CPU 内核完全脱离了 Linux 控制，这样呢当然是更彻底的一种方式，我在后面会介绍一下。那么我们来先看看这个什么是理想的数据面。数据面我认为一个数据面它除了要亲核到一个 CPU 上，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要减少抖动，减少抖动。那么这种抖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网络设备，那么我们给它测试的时候，我们比如给它压这个100G 的流量，那么这时候你发现它能够转发50G，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设备大概有50G 的转发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用测试仪用50G 的流量去压这个设备，它是不是还是能转发50G 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就说你压50G 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产生少量丢包，可能非常少，可能你压100秒它只丢了几十个，但是对于这个网络设备的标准来讲，实际上你是没有达到50G 的能力，那么它就会继续往下降，可能到30G 的时候不丢包了，压100秒一个包不丢，零丢包，那么这时候才是你真正的处理能力。那就是说这20G 丢在哪儿了？就是丢在这个抖动上面。那么我们需要的一个理想的数据平面就是无抖动。那么抖动来源于哪儿呢？一个就是中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进程调度，我们必须把这个两个干扰因素给去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无中断、无调度，还有一个定时任务尽量轻，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数据平面。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其实 Linux 内核有一个相关的功能，就叫孤立 CPU 这个内核启动参数。其实如果你再修改一下内核启动参数，比如设置一下它这个你想孤立出来的 CPU 核，那么这个Linux 启动之后，那么这几个核就不会接受进程调度的任务，这样你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个数据平面去掉，对那去掉进程调度的这个干扰。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是相关的，你进行这个进程调度这个验证的方式。你比如你可以用 PS 看你这个当前系统所有进程和线程，它正在使用的这块可能有点问题，这块应该是正在使用的 CPU ID。那么你显示的时候最好把这个 LWP 的这个参数加上，因为进程它使用的 CPU 和它里面的线程使用的 CPU 的 ID 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你最好看到线程级别，这样才能够确保所有的进程都在运行在非数据面的 CPU。
那么还有一个 task set 这个命令，它可以去修改进程的这个它绑定的 CPU 这边，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个命令怎么用。另外这些像这些命令都是支持内核态的，就是你可以控制内核态线程。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下就是进程调度对数据面的干扰，以及我们如何去除掉这种干扰。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中断。中断大家最熟悉的中断应该就是这个timer 这个中断，因为这是 Linux 用来计时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中断，这是我们那个赫兹，大概每秒几百次。其实随着 Linux 应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那个嵌入式系统和高性能计算机，现在很多都在用 Linux。那么其实，它也在 Linux 内核也对这种中断的损耗也是你也可以去把它配置掉，把这种中断去掉。比如说，我在 CPU 这个 idle 的时候，这个 CPU 上没有进程在运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钟中断是不是可以去掉呢？其实这是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些实时的或高性能的系统，它的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CPU 当前只有一个任务，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你给我一个定时中断，其实对它来讲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这种 timer 的中断也是可以去掉的。那我们看看怎么减少就是 Linux 数据面的中断干扰。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LQ balance 给它关掉，然后我们可以把特殊的中断的给它亲和到哪儿呢？亲和到你的管理面上，因为管理面它的实时性不需要那么强。然后我们还可以利用 Linux 的有个 Dantix idle 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它的好处就是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你这个核上只有一个进程在运行，就非常类似于我们的DPDK 这种模式，我们这个 CPU 只有一个轮询任务，那么在这时候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把这个 timer 这个中断给去掉。那么这样的话，你通过那个设置中断的 CPU 亲和，然后再把这个本地的 timer 这个中断去掉，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保证你的数据面的 CPU 这个靠是不受中断的影响。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把这个靠完全让它脱离开Linux， 这是我们当时我们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就是说这里面其实不如用那个 Linux 标准方式方便。比如我们要在 CPU idle 里面插入一个我们自己的函数调用我们自己的逻辑，然后我们在内核启动的时候，我们那个调用带 CPU 把这个 CPU 给杀死，因为我们知道 Linux 是支持 CPU 热巴叉的。那么你调用了它那 Linux 内核一旦认为这个 CPU 死掉之后，或者说它拔掉之后，它就不再去管理这个 CPU 了。所以说这个 CPU 基本上就既不受中断的影响，也不受调度的影响，它就完全进入你的函数进行裸跑。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数据面的环境。当然这种方式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你要改内核，然后它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比如你再去看那个 CPU 的个数的时候，它就变少了，因为Linux 认为它不存在了，所以说你要改的东西比较多。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 Linux 已经提供的方式去做这种事情，这样我们以后在内核升级的时候比较方便。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驱动。其实 DPDK 它这个驱动是它比较重要的一块，因为 Linux 使用的 NAPI 它是基于中断的，那么 DPDK 去掉了收发包的这种中断，
去掉中断这种干扰，然后每个 L call 有自己的收发包队列，这样避免了竞争。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每次收发包要可以处理更多的报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修改我们要修改网络寄存器、网卡寄存器，比如它的describe 的那个链表的头，我们通知网卡，我们添好了几个消息，这些时机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先来具体看一下。那么我们如果在 Linux 内核态做这种 DPDK 这种轮询方式的驱动，那么最好的方式我们是在标准的驱动基础上进行修改。那么怎么修改呢？就是说我们管理配置其实这些标准的网卡的驱动的代码都不用动，那么我们只需要做和性能相关的。首先是我们要把收发包的这种中断给它去掉，但是需要保留的一个中断就是这是网卡的链路状态的变化，这种中断我们还是需要 Linux 内核去管理的。然后就是说我们网卡初始化的时候，我们要设置网卡的收发包队列，这个其实大部分网卡已经支持了，大部分网卡已经支持这种像这种 RSS 啊，还有多队列，这都是支持的。特殊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发送队列。然后呢，现在的 Linux 内核的标准网卡驱动都是基于 NAPI 的，我们需要把这些对 NAPI 的依赖去掉。最后就是说我们需要给 Linux 的 Net Device 结构我们加两个函数指针，这就有点类似于 DPDK 的方式，一个是收包的函数指针，一个是发包的函数指针，这个就是供我们的数据面去轮询调用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记录所有 running 状态的设备。那么我们轮询的时候，我们只轮询 running 状态的设备。这下面我们这以82599这个芯片为例，就是说我们在改造一个网卡驱动的时候，除了以上我们说的这几点，我们提供一个收包的函数，一个发包的函数，我们让管理面去轮询的收发报文。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网卡进行调优。调优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参照 DPDK 的方式，比如说这是一个收包的流程。收包的流程呢，大概就是说软件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tail 指针，那么这里面 DD 设成一的都是已经收到的报文，那么我们这个驱动需要从这儿开始把这些报文收上来。那么像我们标准的 NAPI 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一次收一个，然后进行传到上面进行处理。DPDK 轮询方式呢，轮询方式就是说我们从 tail 指针这个位置开始，一边替换把这个消息拿出来替换成空闲的 M buffer， 然后一边前移这个 tail 指针。这个一次从标准的 DPDK 16个或者32个，一次处理16个32个报文。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提高收发报文的效率。那么我们知道 DPDK 它有很多优化，它都是基于这种一次重复的干，一次就是一个简单式重复多次，然后达到这种性能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 MR Pool， 它那个管理消息，实际上像它这个每个 CPU call 的这个 catch， 还有它里面的 ring， 其实它内部实现都是基于数组的。基于数组的好处就是说我从里面取一个成员和取4个或者8个成员，其实开销是差不多的。这样我们一次
许多个，就可以提高这种接收效率。另外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CPU 的预取它的效率会更高，也可以减少开置失效。那么开置失效，那么我们如果一次只取一个报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队列，那么一边是 CPU 在取，一边是网卡也在取，网卡也在往里写数据。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一个 CPU 的 catch line 是64字节，这里面的一行一个 descriptor 是16字节，如果这边在写的同时那边在读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 CPU 把这个 cache 给踢出去了，这边网卡的性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两边最好减少干扰的方式就是说我一次取4的倍数，把这种 cache line 的互相干扰，把这种因素给去掉。那么还有一个优化的点就是 RDT 的这个网卡寄存器的这个修改的时机，我们要修改这个，实际上我每次工作完以后，我们需要把这个 RDT 和 tail 保持一致，这样网卡才有空间继续往里面收到报文以后继续往里面放。这个操作也是尽量少的原因就是对网卡尽量少的干扰。那么我们其实这个你可以根据你的应用来定啊，比如是4个、8个，还是像我们最好我们就是进行完一次轮询之后，我们再把这个 RDT 给它进行修改，或者是保证它是4的整数倍。那么还有一个需要设置的点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网卡的有一个收包的一个 catch， 它这里面的 catch 就是说它和它这个软件中的 describe 的这个数组其实是同步的。它这个有这个 catch 的好处，它就可以充分的利用 PCU 的空闲时间进行，一个是 prefetch， 一个是 write back。这里面可以设定几个参数，一个是 pthreads， 一个是 hthreads， 还有一个是用来控制回血的 writewthreads。你可以控制这几个参数，来控制它进行预取和回血的时机。这个一般也可以设成，你比如这边 hthreads， 你可以设成4，就是说我这里边有4个的时候我再来预取，那么 write back 比如我有4个的时候我再去回血，这里面都是你其实是根据你的应用来定的，看你的需要。比如说你想减少一下延时，那你可以把这个个数啊还有回血的这个数值调小一点，进行一些，当然要进行测试，因为这个延时和吞吐可能是，你把吞吐调高一点，可能延时会就会调高一点，就根据你的需要来进行调节。所以说我们在进行网卡驱动的改造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要把这些收发包的函数写好，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些调的因素加进去，比如16个，这个每次收发包的报文数，还有这个我们去改 RDT 的这个时机，还有这个网卡的它的 catch 的这 thresh 的这几个参数。这个条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参照如果 DPDK 它的驱动支持这种网卡，你就可以先参照 DPDK 的这种参数去调，如果你觉得哪不满意，你就可以再去，因为这些参数大家都是理解什么含义，你可以再去进行细致的调节。那么这边是收包跟发包的过程类似，也是基本上是一个原理，也是软件从 tail 这边开始发送
然后呢发送完了以后修改 TDT 这个指针，然后这边也有网卡这个 catch 的 prefetch 和 readback 这两个操作。那么除了这些方面，我们刚才讲了一下那个内存管理，还有一个怎么得到一个理想的数据平面，然后还有一个怎么改造标准的驱动，那么最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动，因为我们这个应用根据应用来的，比如说我们数据平面到管理平面需要一个通道，那么实际上这个通道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用 DPDK 的 Ring 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因为它也支持多写多读，这种都是支持的。另外管理平面就有些特殊的报文它是无法快速转发的，那么这种报文呢我们就还是交由数据面来处理，数据面处理那么我们还是继续用标准的 Linux 的 NAPI 这种方式，就是说我们通过 Ring 把这个报文给了 Linux 内核以后，我们还是把这个报文交到 NAPI 的一个软队列里，然后触发管理面的一个软中断，让软中断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刚才我们还提到，就是管理平面它需要一个发包的队列，那么发包的队列呢我们还是用标准的 API 的那个 hardstart.xmeet 这个方式来进行发送消息。那么这个发送消息由于这个网卡不再受 NAPI 的控制了，所以说这个发送的方法和标准的 Linux 发送方法你要做一些调整，因为它要考虑到你要自己去回收发送队列里面报文的这个流程，就你边发要边回收，这是和那个标准的 Linux 驱动有点区别的地方。这是我们进行这个 DPDK 往内核移植以后一个大概的处理流程。那么比较核心的是这个管理面上的有一个 puller， 它要不停的收发报文，收发报文是调用 net device 的收发包函数，然后它这边用来分配释放消息，如果是管理平面的消息呢，我们就把这个消息给 NAPI， 最后 NAPI 来发送消息。这就是大概最终的一个运行的流程。那么我这里再讲一点，就是这个 puller 我们刚才讲我们是在运行在裸核上，就是说没有这个中断的干扰和进程调动的干扰，但是还其实我们在做应用的过程中可能还有一种第三种干扰，就是说我们的定时器的干扰，就是说我们这个数据平面是一种轮询方式，但是有些应用可能需要周期性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它要回收一些资源，那么这种周期性的事情就只能在，或者说它又不想放到数据面里去做，因为它可能考虑到不想引入并发这种竞争，那么它可能是每个 puller 定期做自己的一些事情，那你可能就要自己做一个 timer， 类似于 timer 的东西，那么这个 timer 实际上也是在puller 里做的，那么这个 timer 其实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你也发现你要尽量减少你的每次 timer 所消耗的周期数，因为你如果做的事情比较多，那么实际上你这个 timer 实际上就是说打断了这个 puller 收发报文的这个流程，就也相当于数据面产生了抖动，所以你在测试过程中如果发现也有少量这种丢包的现象，你可能要看一看这个 timer 是不是做了太多的事儿，你是不是需要把这种工作给分摊开，比如说每次只处理一小部分，然后把它分多次完成。这是最后的一个，当然这都是几年前的数据了，这个因为我们是2011年开始做，可能是2012年的数据，这个数据可能意义不大，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右边，就是说先看左边这边这个
增长来说比那个我们以前的 NAPI 的方式肯定是优势是比较明显了。那我们看后面这个我们的应用这个耗时的分析，这是下面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这是我们经过计算处理一个报文平均要花多少时间，这是用 NAPI 的，这是右边这个应用是我们在我们应用里实际要花多长时间。那么左边这个蓝色是实际上是把中断呀还有调度啊还有这些 NAPI 的这种网卡的说话包都算在一起的花的时间。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优化了，已经比Linux 的 NAPI 要高大概50%以上。实际上如果是标准 Linux 的话，这个块可能会再往右移一块。那么这是使用了 DPDK 以后， DPDK 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了应用以外这个时间就已经被压得很小了。所以说就做到后面可能就是说我们再优化的重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应用了，就是说 DPDK 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是说优化的空间很小了，即使再优化可能意义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可能根据各个的产品有关，可能你的产品就是像上午好多讲的就是像 NFV 它就是纯报文的转化，但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应用的处理，所以说我们应用的这个优化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提高这种多核这种线性增长能力。那么在 DPDK 使用这种比较理想的数据面之后，然后如果你再优化一下你的数据结构，使它那个尽量减少并发的这种干扰，实际上能够做到一个不错的线性增长。最终就是说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就是说从这个 DPDK 移到 Linux 内核的一个例子来讲，当然可能你也可以把 DPDK 移到一个特殊的操作系统，或者说移到你自己的一个应用来讲。那么首先就是说你要给它一大块内存给 DPDK 去管理。 DPDK 至于内存管理你是不是需要修改呢，根据你具体的应用来定。比如现在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修改，因为我们后来这几年把它移到应用层以后，它可能是个多进程的方式，进程间比如它有些共享内存啊，这种各种方式，比如我们还要加一些 RCU 啊，这些东西都是要改的，就很难你去用 DPDK 的时候你很难去不做修改的直接应用。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理想的数据平面，那么这理想数据平面是通过隔离进程调度和中断影响是得到的。然后我们修改了一下标准驱动，把它改成一个 DPDK 模式的一个轮循的驱动，然后我们调里面的参数使它匹配我们的应用，使它那个吞吐和延时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最终我们测试的结果就是和标准的 DPDK 性能是比较接近的。 OK， 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人有问题吗？你好，我是来自华三的，谢谢您的分享。我想问一下哈，我就听您刚才说，好像是你们之前是实现了一个内核的这个 DPDK， 后来的时候还是把你们的应用都挪到了用户态，就是说也用的是 用户态的 DPDK 是吧？做了很多改造，做了很多，但是核心是这样的。就说现在目前的话你们还是把它放在用户态了，而没有用这个就是你现在改的这个内核的这个 DPDK、对，因为这个这个当时的项目背景是我们要在短期内把这个产品性能提高，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把整个应用移到应用层的话，这个可能代价更大，所以我们就先做一下这种尝试，就像一个过渡似的吧。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我们在内核去使用这个 DPDK，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吗？就是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用户态去。其实也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是说放在内核态的一个缺点就是说你调试起来比较困难，然后应用层它就是有很多调优的方法嘛，调优的方法，然后你比如像 Inter 或者是那种内存泄露的一些检测的工具你都可以用得到了，但是在内核态其实限制还是蛮多的，就是说我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适合你你的应用不适合移到标准的 DPDK 上，或者说你是比较特殊的操作系统，或者说你这个一定要依赖于 Linux 内核的某些功能，像这种情况。谢谢啊，明白了。我想这是个非常实在的问题了。今天这个演讲其实是因为很多公司可能都会在这个 kernel space 和 user space 上面做一些妥协。还有问题吗？你好，我是那个来自华为的林海峰，然后我想问一下，刚才演讲中涉及到的那个核的那个隔离，就是 local timer 的那个中断嘛，那个有办法完全去掉吗？啊，你说那个 local timer？ 就是那个核中断，你不是 no tickets 的那个？你说 no HC？ 核间的中断是吗？对，还是就是核上我们 GPU 上运行的那个内核，每个核上都有那个 timer 嘛？就是刚才讲到那个 no HZ4 的那个参数配置，因为我们做的中断，减少中断干扰，一方面是来自于那个外设的干扰，就像那个硬盘啊，还有这种外设，一方面是 timer 的干扰，你提到的可能是 CPU 之间的那种，我提到应该是那个。那个参数里的那个在一直运行的一个 local timer， 避免线程进入深睡眠的一个机制。啊，你说那个 local timer？ 对对。那个 local timer， 我刚才提到了，它是可以去掉的。比如说，你这个核上只有一个进程，一直只有一个进程在跑，实际上 Linux 是可以把那个 timer 去掉的，因为如果你比如你这个。CPU core 上有两个进程在跑的话，它这个需要这个 local timer 去给你做一个进程调度嘛。但如果你这上只有一个，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一个 CPU Linux 的一个 Dantix 那个功能，它是可以做这种判断的。如果说你这个 CPU 上没有进程在运行，或者只有一个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个 timer 去掉。当然这是。对数据面来说，如果管理面，他说他至少要保留一个，至少保留一个的目的就是说，他像 get time all day 这些系统调用，他还是需要一个精确的时间的，他要在那个至少在 CPU 零上做这种调度。那么其他的 CPU， 如果你上面只有一个进程或者只有一个线程在调度，那他这种 timer 对这个系统来说意义不大。所以说这个是你可以通过内核的配置是可以把它去掉的。这个去掉，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它减少了它运行的一个消耗，并不是说完全把它去掉了？就是说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这个，你比如你在运行一个进程，它得把你这种进入中断，然后执行一些工作这种干扰给去掉，就是说你可以，它就减少了对你当前运行这个，比如轮询模式的这一个轮询的这个打断。因为一打断，你就那个工作中断了以后，你就有可能产生那个数据面的抖动了。好的，谢谢。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提问了。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线下交流。我待会儿就今天会议完后，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个 presenter 的那个 email， 然后给大家发一下，然后大家线下也可以继续交流。